纪念国父孙中山先生及先贤皆民国师给予心仪，与中山先生百年诞辰时入庙觐见。目前建馆47周年，是展现博爱心传的名人纪念馆，更是大众共享的幸福义务殿堂。我左手边是国父师及东市，展出的是国父生平事迹展，展场内的建国大纲为本馆镇馆之宝。我的右手边是国父师及西市，结合科技及历史，展出孙中山与台湾。欢迎更进一步了解国父孙中山先生实际的内容，也欢迎朋友们向国父心礼致敬。请大家注意，本馆室内及室外除吸烟区外，全面禁止吸烟。一对交接室当中，时均保持肃静，请不要跨越、拉扯及冲入管制红线。拍照时，请勿使用闪光灯，并尊重离一队领兵执行公务。这次执行的是海军一队，谢谢各位，欢迎长官指教，欢迎再度莅临国父纪念馆。
起来。